不该来。走啊，走啊。这是为什么？你怎么不走啊？反倒跟着我。你愿意去接受我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就算我有别的女人，你也不介意。没关系，我认识你的时候就知道你是什么样一个人，所以当我选择你，我就已经做好这个准备了。我一个女人能有什么能力？还不是为了咱们过得能不那么辛苦，让你衣食无忧。这男人呢，没有可靠的，还不如找有钱的，越有钱越好。有钱，什么事儿都能做到。你以为我走心呢？那都是各取所需罢了。爸，赶紧吃一点东西。你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，你赶紧吃一点好不好？爸，我该怎么做？我还能怎么做？起来好不？你不要再睡了，爸。爸，你快点好，我求你了。爸，我愿意做任何事情，绝不会放弃你。那么大的雨，你在干嘛？我没事，林叔。我送你回家吧。我真的没事。梦然，你这样会生病的，先上车吧，好不好？快点。你到底怎么了？干嘛一个人在雨里走？发生什么事了？
我送你回家。在那儿坐着，快过来，到妈妈这儿来。宝贝，好帅呀，我儿子今天。一鸣，叫爸爸，叫啊。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，来拿着。来拿着，说谢谢，叫爸爸。一鸣，快叫爸爸。叫爸爸。叫爸爸，红包就是你的。快叫啊，一鸣！哎，刘总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恭喜啊，刘总！哎，好。一鸣，我昨天晚上怎么跟你说的？他以后做了你爸爸，你就有好日子过了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呀？我从来不觉得凭着自己的努力让生活变得更好那叫苦，相反，我倒是觉得出卖自己的自尊，违背自己的本心，用自由去换取物质，那才叫辛苦。当初你说的话都是假的吗？为了钱出卖自己的灵魂？送下去。不用了。默然，我送你。不用了。走吧。想象。